大家好，我是小胖啊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剑会的强强对决，观战方是钓鱼岛，对战方是珍宝阁啊。今天也是难得一见啊，双方是同阵容同阵法啊，以往总会有一点那个阵法克制啊，大克的小克了的啊，今天啊好不容易来一把同阵容同阵法啊，双方都是盘丝武装的双凤，配合着狮驼岭加神木林的组合，也都是开了一把阴阵。嗯，咱们看这比赛怎么玩，先给大家把状态栏打开，咱们看一下场上的一个速度啊。对战方是拿到了一个风系的一四速啊，观战方这边是一个二速和五速，对面盘丝比观战方化身四的速度慢啊，但是他又比自己的化身四速度快。哎，你说他这个盘丝算不算卡速盘丝？反正是卡到了观战方化身四的速度了啊，但观战方的盘丝是鱼岛今天化身四速度调的有点快了啊，因为观战方化身四也比自己的盘丝速度快，变的是猫灵卡呀啊，鱼岛今天化身四速度比较快啊，咱们看一下后续这个速度的一个变化吧。双方开场，观战方选择轻宝宝，对战方直接就要来杀观战方这边的武装罐了，卡了一大惊，好像没什么太大的问题。闪猫啊，那问题不大啊，再来一把闪猫。就看宝哥那边他是不是一个比较执着的点杀啊，因为有的时候宝哥盯住一个人往死了点，哈哈，往死了点啊。那在昨天的剑会啊，也就是7月27号的剑会开始，就已经开始启用这个全新的资料片啊，就是这个天气系统，也就是说梦幻再一次加大了运气对于比赛的一个影响，又加大了啊，感觉以前的力度还是不够。对面狮驼率先起飞啊，然而观战方狮驼这边变身还没有开启，对战方还是牢牢把握着这么一个封印的节奏啊，一四打二五，这速度拿的确实是啊。那封系上他不占优势啊，七只耳了，观战方这边还得补宝宝，寒丝化身丝啊，都得把宝宝补一补。五号位宝宝也飞掉，对面，哎呦，这上颚怎么这么疼的呀，哥哥？这狮驼是有纸儿的啊，狮驼是有纸儿的，直接敲了六千，把狮驼给敲死了。那后续啊，还是要看宝哥那边怎么去守尸体啊。现在观战方狮驼这边连变身都没有。鱼岛怎么说呢啊，一直在抢速度方面他就很难占据优势啊，不管是女儿还是武装怪啊，就跟别的豪门抢速度一直他都不太好抢。狮驼现在还没有开始变身，看看对面啊，应该是可以守住的啊。来啊，还是守住了狮驼岭的尸体。那这样狮驼变身变不出来，武装罐还被控着啊，谁解一下武装罐的封印啊，落花成泥再控武装。这回合解开，下回合还是不能动啊！观战方也是落花控制对面的狮驼了，不能让对战方再飞了，再飞观战方这才刚刚六回合啊，都有崩盘的危险了。鬼眼赶紧打上啊，狮驼赶紧也是先变身，哎，解开了武装，但头上还有个落花成泥啊，下回合还是动不了啊，被控得死死的狮驼。
这回好歹是先变身变出来了啊，好歹是变了一下身。那这样对面是否也中了华晨宁？这回合休息啊，休息一回合。还是一个风系的问题吧，啊，风系这边你，风系你打不出节奏来，给不到两个输出啊比较舒适的进攻环境。嗯，那只能是被动挨打。中无痕，稍后师徒再补个宝宝出来啊，还有的缓，有的缓，前期药品比较多啊。再倒地，又是一个九转，起风了啊，起风了，起风了以后对输出是有加成啊，对输出是有加成的。这边啊，风铃珠已经开始起效果了，是风铃倒地，风铃珠没有用啊。对面风铃珠也开始起效果，咱们看一下起风以后这个输出的一个伤害吧啊，就现在还在一个预测阶段啊，究竟这个风铃珠能加多少伤害，现在还不太确定啊，就是这个东西对于比赛的影响有多大，现在还不太好界定啊。这个风啊，就是跟输出挂钩啊，加伤害。雨啊，就是跟恢复挂钩啊，比如说化生死推血啊，推的会比较多一些啊。血呢，就是跟风系挂钩啊，加一些速度啊，或者是风系命中率。慢慢的，我也去了解它这个新系统啊，慢慢咱们的比赛啊越来越复杂了啊，越来越复杂。这个东西就随机的啊，四种天气情况随机。风、雨、雪、晴天啊，也有可能这个天气不变化的啊。到了第八回合以后，也是有可能这个天气不变化啊，还是晴天啊，跟以前 PK 也就没有区别了。感觉是高了啊，是高了。有了魔镜，再加上一股风，其实对于雨岛而言，他现在更需要的是一个雨。就是当宝哥那边场面上占据优势的时候。啊，他风系又拿到了速度，不管是下雪也好，刮风也好，都是对宝格有利，啊，对鱼岛唯一有利的只有下雨，啊，刮风下雪都是对宝格有利，只有下雨的时候才对鱼岛有利。所以说感觉这个天气系统啊，对优势一方会更友好一些，或者是友好的几率概率更大一些吧。日月乾坤接着套啊，这命中率啊，金刚再补一补啊，蛇陀接着飞，大家应该能看见这个特效啊，它不是很明显啊，比较浅显的一个特效，因为太明显的话会影响大家观看游戏啊，但是没有特效的又怕大家看不见这个天气，就做的比较浅显。放下屠刀，哎，给这个蛇陀赶紧认一认吧啊，这蛇陀不然这要了亲命了。啊，那观战方这边开始用孩子去拉起蛇陀。实在是九转吃不动了啊！从第三回合还第四回合开始吃九转，一直吃到现在啊，师徒被压得死死的。
神木林再中武魂。哎呀，这是怎么这狮驼这么不耐扛？今天前面是有纸儿被搞了6000直接锤死啊，后边这感觉我都感觉稳下来了啊，又被秒了7000直接倒地了。哎，这东西对宝宝，哎，是有什么一个什么玩意儿对宝宝也是有加成的啊？那个叫风啥的这啊，对宝宝也是有伤害加成的。回头我还得再学习一下啊，慢慢学习。那这才第一天啊，第一次使用这么一个天气系统，啊，估计有个3-4天啊，我也就学习的差不多了。啊，这个时候狮驼直接换了一个谛听啊，去牵制一下对面，看看双方啊对于这么一个谛听的投资情况。狮驼也是再次倒地啊，稍后这个孩子如果飞了的话，还真飞了呀。罗汉盖，尺子要不要给？对面直接走幻境术啊，我不给你灵元。嗯，那稍后宝哥肯定也是要出谛听的啊，关长风直接用人去拉起狮驼了，还是在深九转啊，当其他队友的血量也不算很舒服的情况下啊，关长风还是选择了用人去拉起狮驼。你看凡斯这个血量现在也不是很健康，而且对面狮驼这回合是可以飞的，但华生死顾不上了啊，华生死自己的血都不够啊，还得先救狮驼，万一对面狮驼出个暴击啥的，关长风化生死都有生命危险。赶紧卡个大金啊！这化生死怎么办？等到16回合啊，天气又将转变。还是那句话啊，唯一好的就是雨天气啊，对鱼岛比较友好的只有雨天，雪天风天啊都是对宝哥那边有利。鱼岛这边啊换了一个神马宝宝出来，也是短暂的拿到了一个一速，盘丝也没了啊，那化生死刚才顾不上给盘丝活血啊，先救了狮驼里啊，现在化生死自己都有点岌岌可危啊，再卡一个紫心。那武装怪先起灯了啊，没有去控制对面，对战方直接换地停啊，卡一个16回合的灵元可以实现一个连续性的换地停。宝宝再飞，看一下下一回合什么天气啊？就一，哎呀，鱼岛现在这么个情况，感觉啥天气也没有用了啊！下雨好像也不太好用的样子啊。16回合，还是在刮风啊！16回合还是在刮风。8回合变一次啊，这个天气是8回合变一次，4种天气随机。那关长风也是走了一把幻境术啊，点着关长风狮驼秒。哎，这个幻境术就很尴尬啊，开场咱就说过啊，就关长风的化生四他比盘丝速度快啊，但是又不卡对面化生四的速度，所以关长风这个盘丝这场比赛确实是也不是高速啊，也不是配速啊，也不是卡速啊，就是搞成一个不上不下的这么一个速度情况啊，你几个幻境术也扛不住伤害啊，不承担伤害的速度太慢了啊。关长风继续用孩子去拉起狮驼，关键时刻防不了谛听啊，你这幻境术就显得有点没什么用了。关长风再换个谛听去牵制尺子一人，放一手，看一下宝哥那边要不要继续换谛听啊，不换了，
战敌加上再扔，那两把尺子扔过来，这个地厅基本上也就废了啊。关照峰石陀也加战敌了，那好像还行啊，这个地厅速度不是很快，先烈也加上，没点了对面的石陀去压啊，而是选择了清一个宝宝，看看能带走几个宝宝吧。嗯，狮驼倒地好像还不错，清掉了一个宝宝，又拿掉了狮驼啊，神了一个。哎，还行啊，还行，因为对战方也是扔过两个尺子的啊，这个地厅确实是打出了相对还不错的效果，骗了对面两把尺，干倒了一个二号位宝宝，再加一个石头里啊，但场面上的局势还是在人家宝格的手里啊，还是在人家宝格的手里。落花再控啊，双方都是落花控武装，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鱼岛这边的九转还剩多少，他一直用孩子用人去拉九转，肯定是有的啊，肯定是有九转的，但还剩多少这就很成问题了。哎，再来一个地厅，万丈峰狮驼再次倒地，又倒了啊，但这个时候万丈峰又换了一个地厅，你手里1.0元2.0元，手里的零元还是蛮多的啊，你别说宝哥那边还得再防一手啊，还得再防一手，不用防了啊，不用防了，这地厅速度稍微有些快啊，还是直接被飞掉了。咱们看一下鱼岛下一步怎么去拉起自己的狮驼。小力藏刀给一手，对面武装现在已经是拿回了自己的一速。啊，用宝宝去拉起狮驼，直接起飞。还是和对面去拼命，也把对战方狮驼压死了。但现在的问题是观战方武装现在没一速啊，神马宝宝效果消失，观战方武装没一速。哎，又有了，对面武装怪宝宝被清掉了以后，观战方又有一速了啊，宁之书丢一手。那就可以接着玩。啊，有一速有封印节奏，现在这个场面上局势也不是说不能打啊，还是可以来的。最主要的是你们俩团队怎么这么多善恶啊，场上咋这么多善恶呢，这都双方的宝宝都被清了一圈了，这还有善恶。烟雨啊直接处理掉，可以啊，这一波馆长方又压住了。幻虚民强行守尸，两个效果吧啊，第一个是可以去守对面狮驼的尸体啊，如果地厅刚才一个烟雨没清掉啊，因为对面很有可能会天保护啥的啊，这个虚弥也可以去清地厅啊，如果地厅被清掉
和顺势可以守住对面是否领的尸体啊，反正这一波操作还是很赚的啊，而且对面狮驼现在还是一个封杀的情况。哎呦，这个风卷太疼了，七千八千，狮驼又没了。闪猫啊，你这他们咋这么多闪鹅啊？这俩团队闪鹅是搞批发的吧？啊，一把金青，那把禁疗应该是给狮驼的啊，但狮驼好像没有拿起来，给到了化生死。观战皇五装官也没了，有点大势已去的味道了啊！再来一把风卷残云，两千。结束了，遇到这回是真没了啊！这回是真没了，有点回天乏力的感觉啊！24回合，天上下起了雨，增加了双方的一个恢复情况，但对于鱼岛来说啊，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啊，都已经不重要了。观战方这边有一个法系的速度，先秒了出去，对战方再反秒，沈木出163，狮驼再次倒地啊。观战方这边九转，这么玩九转肯定是已经吃不动了啊，已经是吃不动，再次拉起武装再次倒地，场上依旧是有善恶去守尸体。烽火狼烟啊，直接走，比赛结束了啊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是小胖，如果有喜欢我的视频请帮我点点关注，谢谢大家。大家记得帮我长按点赞，来一个超级推荐，让更多的小伙伴能看到我的视频啊！谢谢兄弟们了，1600、4800。啊，说到根上还是一个风系的问题啊。其实鱼岛这边输出它是没问题的啊，输出它不差。